哋依家开始练习健康养生嘅白色太极拳。我哋分开两个部分，第一个部分练习第一式起势，第二式左右揽着你，双手重叠，护住丹田，调整我哋个呼吸，感觉我哋个头、颈、肩、全身都是放松嘅。好，慢慢打开手，练习第一式起势，将个重心移喺右边，提起咗个脚踭，横跨一步，起手，双手向前，双手慢慢向下按，两个膝头哥自然，慢慢弯曲。右手继续划弧，带动个身体右转，抱翻个波，做翻个丁步。右手个高度咧就喺心口，左手高度咧就喺丹田位。好，左转，开左脚，左手慢慢拉上，双手飘上，将大自然个空气引落嚟。轻轻执拳头，然后打开手掌心对掌心推出去，打开手，将好的气吸入嚟，将俗的气推出去。我哋转边练习，好，转翻只脚，抱波去翻个左边，开右脚，右手慢慢拉上，双手慢慢飘上，将大自然的空气引落嚟。执拳头，掌心对掌心，慢慢推出去，打开手，将好的气吸入嚟，将不好的气推出去。左右揽着尾咧，我哋就做完啦。转翻只脚，收翻个左脚。我哋每次做完嘅时候咧，我哋都要收息，咁先至完整咁练习一套嘅。